骑士姐姐，快来看，黄谷阿姨把嘟嘟可的故事带来了。这下终于可以看到可莉和夏宫藏起来的保密内容了。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啦，是嘟嘟可和我，还有你们一起经历的故事。
连我也有份，这是我第一次被印在书上吧？哇，我要出名啦！当然会连拍萌一起画上去的，这是嘟嘟可和我们大家一起的快乐经历啊。是我和霞宫姐姐一起送给荣誉骑士姐姐的故事。八重大人让我转告二位，这本书因为是拼版印刷，所以印量要比你们想象中大。我们可以不收印刷费，不过剩下的书会作为拼版那本书的赠品，不知你们意下如何？哎，这种事真的可以吗？即使我们愿意，那本书的作者也……其实一起印刷的那本书叫做《提瓦特游览指南》，啊，是妈妈的书。可莉的妈妈原来还会写书呀！可莉的母亲爱丽丝女士是提瓦特知名的冒险家，她创作的《提瓦特游览指南》现在就正要推出最新的到期篇。八重大人把宣传语都想好了，提瓦特最著名冒险家母女联袂登场，一定会大卖。我就知道玄子绝对不会做亏本的买卖。真像是八重大人的风格，不过这不是挺好的吗？嗯，可莉也很开心，和妈妈的书摆在一起就好像是可莉和妈妈一起冒险了一样。这次能来荣采记真是太好了。请在这边办理同人作品的摊位申请。你看，码头上的那个身影好像是外叶。旅行者，派蒙，你们好。我听说荣采记会有向导，却没想到是你们。嘿嘿，我们也没想到万叶竟然会以荣采记嘉宾的身份回到道七。接到邀请函时我也有些诧异，不过在外面漂泊久了，能借此机会回到故土祭拜一下故人也不错。万叶，我们刚才远远的看见你好像正在找什么东西，发生什么事了？是这样的，刚才我跟着大家下船的时候，突然听到身边响起了很轻的脚步声，那种脚步绝不是一般乘客。可我回过头时，那人已经不见了，只有栈桥下传来了扑通一声响。我没找到对方的踪影，不过却在脚边发现了一张奇怪的纸。万叶，你捡到的纸上是不是写了一首诗？你们怎么知道？哦，竟然还有这种事。在这里，请吧。
上次葵之翁的诗最后提到了赤人，果然这一篇就是赤人的故事了。这次的故事大致是说，赤人因为喜欢用红色的印章才有了这个雅号，不过他却因为剽窃被将军发现，然后被流放了。怎么说呢，如果要评价的话，今天的故事听起来不是很吉利。我倒觉得这篇故事并无不妥，我之前也曾经是被幕府通缉的要犯，和故事里的赤人也差不多。这篇故事里的赤人做了坏事，被将军流放时咎由自取。和喂，你在想什么呢？对了，你们刚才提到有位朋友最近正苦于签名太慢是吗？在离月和到期的确都有印章等同于签名的说法，这说不定是个可行的主意。在海上航行时，我偶尔会雕刻些东西打发时光，如果要做印章，或许我也能出一份力。哇，那就太好了，我们现在先去找阿贝多商量一下吧。贝多，我们找到帮行秋的办法啦。五哥仙的故事果然又出现了，而且还来了这么一个办法，印章。让我想想，确实是个高效率的方案，这样一来行秋就不用苦于自己问题了。不过因为行秋的签名之前已经对读者公布过，如果这次的新刊上只有他使用印章，未免显得诚意不足。我想到了另一个主意，当然印章也是其中一部分，我们现在就去乌有亭和大家商量。
加油啊，振宇老师，今天写出来的字已经很有进步了，说明昨天的特训很有效。啊，不行了，我的手已经酸得抬不起来了。早知道这样，之前就不在书法课上看小说了。刚刚已经休息了十分钟了，再坚持一下呀。编辑长不愧是我们之中催稿最可怕的人。嗯，难怪一遇到麻烦的作者，八重大人最后总会派编辑长出马。太可怕了，才一阵子没见，行秋就已经要变成行尸走肉了。编辑长，其实刚才我们找到了一个办法，或许可以解决大家的困境。璃月和稻漆印章使用都很广泛，印章也往往视作与签名等同之物，或许可以用这个思路让签名变得容易些。当然只有印章是不行的，签名需要有两部分组成，首先是个人的图章，这部分以振宇老师的签名为模板刻制就好，同时我会再为振宇老师设计一个美观一些的图案，振宇老师只需在每本书上签下这个图案即可。让我想想，嗯，这办法可行，不仅出自作者亲笔，而且效果应该也会十分美观。真的吗？这么说来我终于得救了。编辑长，我突然想到，之前我们之所以放弃了现场签售，是因为考虑到作者签名会花费比较长时间，但如果是这种形式的签名的话，是不是在现场签售也来得及？而且如果所有作者都采用类似的形式，也不会让振宇老师的签名显得突兀。如果你们觉得可行，我当然也很乐意为其他作者设计签名。雕刻印章的事可以交给我。既然这样，我现在就去联络新刊发售会的其他两位作者。竟然能获得白垩老师设计的签名，真是太荣幸了。因为我的笔名很复杂，不适合进行签售。哎呀，这下终于可以实现心愿了。太好了，看来大家都同意这个提案呢。让振宇老师忙了这么多天，实在不好意思。接下来这几天就请您好好休息，后续事宜就交给我们吧。已经签好的这些书，将来也会作为八重堂活动的特殊奖品使用。啊，得救了，终于得救了。多亏大家相助，我和小野寺先生才能彻底摆脱困境。嘿嘿，行秋终于自由了，出去好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小野寺，等会儿就由你把发售会的变化告诉八重大人吧。这你的脑子动得很快，只要形势再稳妥一些，将来一定能有所作为。非常感谢编辑长。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因祸得福吧，新刊发售会变成签售会，读者们也一定会高兴的。现在时间还早，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各位，可算找到你们了。咦，是林华和温迪，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其实是刚才我去荣采集会场安排插花课程的事，在花架上发现了一张神秘的纸片，当时刚好这位吟游诗人就在旁边，我听他说这些天你们还发现过其他类似的东西。不过这位小姐发现的纸片和我们之前找到的不太一样。东西在这里，请各位过目。之前的诗歌长度都差不多，但这次却只有两句。明明只有短短两句话，
却既没有挨着标题，也没有写在整张纸中间。自己的位置简直就像是在告诉我们，除了这两句话之外，这张纸上还有其他内容似的。如果从字面意思来理解这句诗的话，就是把纸张放在水中，真相说起来，我家中有本古籍，专讲古代的奇闻异事，书中提到过一种特殊的墨水。那我们要不要去试试？刚好这附近就有水池。不惭世圣。温泉确实挺舒服。我会好好保存。哇，你们看，纸上果然出现了很多字。快给我看看上面写了什么。故事里说，墨染拿到了赤人的诗集后，把诗集放到了溪水里，然后被纸刃抄袭的那篇诗的字迹就晕开了。为什么会这样？派蒙，在过去印刷尚不发达的年代，手写在书上的文字很容易因为受潮变模糊，为了让字迹保存更久，往往不是使用特制的墨水书写，就是在写完后在纸面刷一层防水的涂料。特制的墨水制作起来费时费力，刷涂料的办法也并不轻松。不过赤人的诗集既然是要呈给将军品鉴的重要物品，肯定会采用两种办法之一才对。但现在抄袭的那篇诗作上不仅缺少赤人的印章，
字迹在遇水后的状况也和其他纸面大不相同。也就是说赤人并没有做坏事，他是被人陷害的。对，这就是墨染的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相。虽然故事令人唏嘘，但现在赤人和墨染这两幅画的内容已经能决定下来了。幻夜、林华，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担任模特呢？当然可以。我也没有问题。太好了，这样就能一下子完成两幅画了。现在四篇故事都集齐了，五哥仙的故事也终于彻底完整了。昔时道岐有能诗者五人，世人竟称之为五哥仙。一年翠光前往天守阁觐见，将诗集献与大人品鉴，岂料魁之翁所著诗章中竟有一页被人撕去，翠光因而受到盘结。翠光俯首饮酒，禀明其昨夜曾与酒肆中豪饮，酒酣恍惚中似有身影欺近。来人正乃魁之翁是也，此番曲折皆起于一不具名之人，魁之翁受其胁迫，无奈以非常手段取回诗稿一页。至于该人行事缘由，他全然不知，只知诗中所记事关故交赤人。赤人亦曾为五哥仙之列，每咏新词必留朱印，其名中之赤即出于此。如此善文之人，于去岁所献诗中竟有一座窃自他人。赤人因罪流放，歌仙五人仅余四人。墨染遍阅赤人诗集，唯见剽窃之作缺少朱印，遂将赤人诗集浸入溪水，亦唯有窃来之诗上墨迹随波散去。魁之翁从旁路过，睹物思人，遂将所见之事记入诗中。由是便有翠光献诗一事，一番风波就此伏定。其实自从读完了五哥仙故事后，我就有件事一直没想明白。说起来，五哥仙里不是还有一个黑主吗？现在岂不是在他完全没有出现的情况下，五哥仙的故事就结束了？原来你还没有发现吗？喂，卖唱的，你不要太过分，我没发现什么。太萌，其实现有的四篇诗歌里已经包含了黑主的故事。咦，真的吗？事情的关键就在于魁之翁看到墨染清洗诗集后写出的那首诗。少女在溪边清洗赤人诗集的情景，对于普通人来说完全不明所以，甚至就连魁之翁也不明白墨染的行动意味着什么。他只是单纯的睹物思人，回忆起了故交。不过对于陷害赤人的犯人来说就不一样了，只有他担心如果这首诗被将军看到，将军就有可能发现赤人抄袭事件的真相，那他可就要完蛋了。所以他才会铤而走险，威胁魁之翁把那首诗撕下来。原来那个威胁魁之翁的家伙就是陷害了赤人的犯人。
主。对，因为这些诗作虽然只有四篇，却讲述了五歌仙的故事。既然诗中的将军肯定不是歌仙，剩下的出场角色就只有那个身份不明的神秘人了。听你们解释过之后，我现在总算是都明白了。不过现在我在想另一件事，五歌仙的故事情节和我们周围发生的事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那么在现实当中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个黑主存在呢？现实中的黑主？说起来，万叶他是不是想到了些什么呢？万叶，对啊，好像从刚才开始他就变得特别沉默，我们过去问问他吧。万叶，你怎么了？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站在这幅空白的画布前，而且脸色也不太好。抱歉，虽然这只是我们的猜测，不过五歌仙故事是不是让你联想到了什么？我刚刚的确想到了一些事，只不过那些都是我家的一些陈年旧事罢了。虽然我并不介意告诉大家，但我觉得不该再麻烦你们了。万叶，我们都是你的朋友，没有麻烦不麻烦这一说。风源，请恕我冒昧，你所想之事是否与雷电五传有关？雷电五传那是什么？看来我和沈丽小姐所想的是同一件事，这件事与摄凤行也有不小的关系，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把它告诉大家。在场大家都是值得信赖的人，说出来也无妨，只不过这件事要解释起来有些复杂，还是让我先从雷电五传讲起吧。各位知道，摄凤行主要掌管祭祀活动与文化传承，而道七的断刀技艺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雷电五传曾经是道七最为顶尖的五个断刀流派，这五个家族虽是刀匠世家，却也在摄凤行有不小的官职。只可惜现在雷电五传已经只剩下天木流仍有师徒传承，一心传虽然技艺失传，但所幸还有后人在世，而风源家就正是一心一脉的后人。我们原来只知道万叶家曾经是贵族，没想到竟然还与摄凤行和断刀有关。嗯，不过这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一心传在我曾祖父那一代就没落了，我爷爷不满曾祖父的无所作为，在年轻时曾经游历提瓦特，寻找重振家业的办法，可惜最终没能成功，而到我这里更是连仅剩的祖宅都失去了。之前我听兄长提起过，雷电五传的没落非常快，在短短数十年里就有三家遭遇种种不幸，最终彻底消失。然后就有人猜测，这些不幸其实都是有人暗中操作的结果，有人想要灭绝雷电五传，不过由于雷电五传并没有完全消失，这种说法最终也只是被当作坊间传闻而已。对，我之前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我知道曾祖父年轻时曾发生过一件大事，那件事不仅牵扯到我们风源一族，甚至差点动摇了沈李家在摄凤行的地位。我读到五歌仙的故事后就隐约意识到，他似乎正在提示我那件事的真相。万叶，
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关于那件事的一些细节，我还需要找人求证。大家明天中午再到这里汇合吧，到时候我会把知道的一切都详细告诉你们。万叶说今天会在五哥县馆。你们来了，这样人就都到齐了。昨天晚上我拜访了曾在我家工作的一位老仆人，从他那里知道了当年整个事情的始末。一心传在我曾祖父那一代曾经奉命依照一份古老的锻造图谱制作一把重要的御神刀。虽然参与锻刀的都是很有经验的匠人，可过程却一直很不顺利，做出的刀全都是残次品。眼看到了最后期限，刀却依旧无法锻好，负责的刀匠们因此畏罪潜逃了。风云家与佘凤行展开了调查，曾祖父与神力家家主总算在海边追上了那些匠人，然而他们却遭到了对方的激烈抵抗，最终没能阻止叛逃者们乘船离开。风云家由于门下刀匠叛逃而受到重罚，从此便一蹶不振了。不仅如此，我听说神力家家主也被叛逃者所伤，再加上年事已高，不久后就过世了。是的，因为家主过世的突然，神力家一时群龙无首，又有奸人趁机作梗，在佘凤行的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此事影响深远，直至家主之位传到我父亲手上，神力家也依旧没能恢复当初的名望。不过幸亏有兄长在，现在一切总算是好了起来。当年的锻刀失败最终被归因为技艺不精，风云家和佘凤行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但五哥仙的故事却似乎在暗示，失败并非因为记忆，而是因为那份图谱被人篡改过。神力小姐，我昨天听说当年锻刀失败后，那份图谱就一直保存在佘凤行，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帮这个忙。我明白了，既然这样，我先回去寻找图谱，大家稍后到省里巫府与我会合即可。Thank you.
当年那份图谱我已经找到了。嗯，虽然图谱保存的不错，不过看样子至少有三四百年历史了。这么古老的图谱还能够找出被篡改过的证据吗？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碰碰运气了。虽然效果不太明显，但能看出有一些字变得模糊了。婉夜，这份图谱的确被篡改过，当年有人陷害了冯元家。不知道现在发现这个秘密会不会已经太晚了。其实我爷爷年轻时多次对曾祖父提出要重振义兴传，结果却被曾祖父大骂不自量力。昨天那位老仆人说，曾祖父甚至还到摄凤行请神力家主把这份图谱拿给爷爷看，让他带手下断成这把刀再说。毫无疑问，爷爷也失败了。于是曾祖父便说，你找不出其中的秘密，一心传在世上消失也是活该。听了这些话，爷爷一气之下便离开了道期，结果就连曾祖父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现在看来，他们父子二人的争执其实根本就没有意义。婉夜，我听说你曾祖父风元义庆年轻时十分勤勉，可后来却不再过问锻造技艺，看来当年的失败对他打击很大。婉夜，你曾祖父当年所说的话真的是你找不出其中的秘密？对，那位老仆人说，那些话都是他亲耳听见，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爷爷还一气之下把曾祖父珍爱的盆栽摔坏了。看来你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婉夜，如果你的曾祖父认为是一心传技艺不精，看到儿子失败应该会说你能力不够这样的话吧，但他说的却是你找不出其中的秘密，这不是很奇怪吗？啊，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曾祖父或许早就知道失败是因为有人从中作梗。现有的证据显示这种可能性很大。不知道各位能否跟我去一趟天岭奉行。我之前被通缉后，家里最后剩下的那间古屋被天岭奉行查抄了，那里面存放的都是我家的旧物，我想去询问一下那些东西的去向，如果能找到的话，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线索。那我们马上出发吧。你们怎么来了？难道是离岛那边发生什么事了？九条沙罗，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我记得，你是风原万叶。在演兽令期间，你曾经作为要犯被通缉。不过现在……沙罗，我们想问问你，万叶家当时被天岭风行查抄后，
里面的东西现在还能找到吗？当时查抄所得的物品现在被收在奉行所旁边的仓库里，既然风源现在已经回到道奇，那些东西也理应物归原主。不，你误会了，我这次来并不是为了讨要物品，只是因为一些私事想要调查一下那些东西。我明白了，我会告知奉行所，让他们领你们进入仓库。谢谢你，沙罗。风源，关于眼兽令那时，九条沙罗，那些事情已经过去，就不必再提了。我知道你也有自己的信念与苦衷，不知道现在能否拜托你一件事。请讲。现在的我并没有继续回到其生活的打算，家里那些东西对于我也没什么用处。九条，我相信你的正直，等我们调查过后，我想请你带我处理那些物品，就把它们变卖了，用所得的钱救济穷苦的百姓吧。好的，我会妥善处置，请你放心。我已经告知了奉行所，会有专人带你们进入仓库，你们直接前往即可。至于风源家留下的东西，最近我就会处理他们。几位是来调查风源家物品的吧？九条大人已经吩咐过了，请随我来。风源家的物品都被放在这间仓库中，只是为了节省空间，东西摆放的有些分散，实在不好意思。不过相应的物品上我都做好了标记，应该不会太难找。我就在门口等待各位，如果需要帮助请来找我。万叶，既然东西放得很分散，我们分头寻找线索如何？也好，那就拜托各位了。不好意思，这里的东西是最近才搬进来的，之前的仓库虽然大，但门锁都老了，还差点发生盗窃案，所以九条大人就下令。我会先调查一下这附近，你们可以去其他地方看看。是你呀，我正在调查这具刀座。风源家既然是断刀名家，这把刀应该会很值钱吧，比如说是一星传的杰作什么的。不，刀座虽然是上好的木料，但摆在上面的却是一把很普通的刀。按照风源家最后的经济状况，值钱的收藏肯定已经拿去变卖了。这把刀没有开刃，但刀柄上倒有不少使用痕迹，说不定是风源小时候学习剑术的时候用的。让我看看。啊，刀鞘上好像刻有一些歪歪扭扭的字。啊，真的是万叶小时候用过的刀。好像都能想象出万叶小时候的样子了呢。我再在附近调查一下其他东西，如果有发现的话就喊你们。
行秋，你找到什么了？我找到了不少旧书，这一堆都是和钢铁冶炼有关的，这一堆是讲刀具锻造流程的，这一堆都是植物花艺类的。植物花艺类的书肯定是万叶曾祖父的吧？刚才我大致翻了一遍，没找到值得注意的东西，不过我会再仔细看看，如果有线索就马上告诉你们。有没有呢？你看，这里有这么多罐子，肯定会有一两个装酒的吧？喂，其他人都在帮忙，你竟然还在找酒喝？开个玩笑，我们已经快要找到真相了，为什么你们看起来却顾虑重重的？因为我不是很明白，万叶为什么今天就跟沙罗说要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万一我们今天什么都没有找到，我是说万一，万叶今后不就再也没有机会寻找当年的真相了吗？我知道你们很担心万叶，但我觉得他比你们想象中要坚强。万叶既然这样做了，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无论我们今天能否找到答案，无论答案是什么，他都……与其说是直觉，不如说是因为活得比较久，所以总结出了一些识人的经验。这边就交给我，你们去其他地方搜查吧。哦，是你们啊，我这里目前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是吗？不过这扇屏风看起来好像挺有年头了。嗯，如果保养状态好一点的话，说不定还能卖出价钱，现在这样是肯定不行了。我刚才检查了一下，背面有一大块没清理干净的泥土卡在布料纤维里，泥土能和布料结合得这么紧，粘上去的时候力量很大，很有可能就是万叶的爷爷扔出去的花盆砸在了这上面。因为它并不是我们现在要找的东西，让我想想，如果是我想要留下信息的话，一定会留在一个更特殊的东西上。阿贝多陷入思考了，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了。大家，这里有件东西，我想请你们来看一下。万叶好像发现什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这个花盆在我家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听说是曾祖父留下的。里面的植物看起来已经枯死很长时间了。嗯，曾祖父不再钻研锻刀技艺后，就有了养盆栽的爱好。不过他的珍藏大多都在重病时送给了别人，但当时他却唯独留下了这盆已死的植物，还留下遗言，不允许爷爷丢弃。爷爷因为懊悔他们父子未能和解，所以也一直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它。不过现在想想，曾祖父专门留下它，或许另有用意。听你这么一说，这个花盆果然有些可疑。嗯，我们来仔细调查一下吧。找到了，不过怎么只有几张白纸呢？该不会是有人已经发现了这里面的东西，把它们替换掉了吧？我觉得并不是这样，你看，这些纸都已经发黄，肯定有些年头了。你是说，这些纸和沈李小姐之前拿到的那张一样，上面的文字是用特殊的墨水写成的？我和她的看法一致。那我们赶快试试吧。凤行所外面就有水池，我去那里把这些纸沾湿。
怎么样？那些纸应该不是普通的白纸吧？和大家猜测的一样，撒上水后，纸上确实浮现出了笔迹。那是一封我曾祖父写的信。信上说了什么？嗯，我会把曾祖父知道的真相也告诉大家。不过在那之前，我想先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大家跟我来吧。风源，为什么要带我们来这片海边？这片海岸就是我曾祖父当年与神力家主追踪逃亡刀匠的踪迹最后到达的地方。我们之前的推测没有错，曾祖父的确知道断刀失败的真相，而且也就在这里找到了陷害风源家与雷电武川的真凶。那封信上是这样写的：是读信之人吴风源义庆终其一生始终受困于某一秘密，而今吾已时日无多，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将此事和盘托出。当年吾与摄奉行神理大人追捕叛逃刀匠之时，并非为叛逃者所伤。事实上，我等循着线索来到岸边时，未见任何刀匠踪影，却仅有一名轻骑者现身。轻骑者自居幕后主使，声称已等候我等多时，扬言绝灭雷电武川。此人身手远非常人能敌，仅须臾之间，我等随行武士便被尽数击倒。神理大人身受重伤，吾则因为被劈中了头顶斗笠，才侥幸逃过一死。轻骑者再有一击便可取吾性命，但见吾长相，却不再攻击，而是厉声逼问吾与丹羽有何瓜葛。吾只得作答：此为家父救星。家父失踪后，吾便被风原主家收养。轻骑者听后不再言语，沉默许久，忽道：告知他无名国崩，随即转身离去。
时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对，曾祖父与神力家主死里逃生，也得知了锻造图谱曾被国崩篡改的真相，但由于两人的这段遭遇，神力家主担心曾祖父会被人诬陷与罪犯有瓜葛，直到弥留之际还在告诫他千万不要说出此事，因为犯人说要灭绝雷电武传，曾祖父也担心那人还会回来寻仇，为了保护家人就放弃了家业。他说身为风原一族之长，吾身以一心传没落为耻，但身为人父，只求子孙平安顺遂。是啊，如果爷爷当年能发现图谱的秘密，或许曾祖父就会将真相和盘托出吧。只可惜他却没能听出曾祖父话中的提示。神力小姐，我曾祖父叙述的这些经历看样子你也并不知情，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我觉得当年神力家主没有对我们这些后人说起这件事，或许也是基于同样的想法。敌人既然能够篡改将军大人的图纸，还能以一敌多，身份必定极不寻常。我最近会去和兄长商议一下，调查这个叫国崩之人的身份，我们会慎重行动，各位可以放心。其实在刚读到这封信时，我的内心也起了不小的波澜。现在我的曾祖父在信上说，不希望后人盲目寻仇，被陈年旧事蒙蔽了双眼。虽然他在写这些话时可能有些不得已，但我觉得这些话却是有道理的。我认为每个人最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虽然背负着昨日的重担，但也有自己想要追寻的东西，所以能了解过去的真相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会像曾祖父希望的那样好好活着。当然了，如果当年的敌人依然存在，还想搞什么阴谋诡计的话，我也绝不会听之任之。这只不过是我经历了此前种种之后的感悟罢了。大家，谢谢你们陪我找到真相。既然在这里的事情已经办完，那我们就回离岛去吧。